大家好，凯莉和玩具朋友们，我是凯莉。今天呢，拿着 Princess Spring， 当当，也由兔子巴士玩具一起来玩一玩哦。那么现在我们开始一起玩玩看吧。箱子里面有 Spring 和 Ruin， Pin 和 Pong， 梯子和床，烤架和浴池，橱柜和冰箱哦，还装有椅子哦，铁锅、茶杯、勺子、锅铲子，遮阳伞，贴纸装在这里，最后还有咚咚，兔子也有巴士车呀。得忍忍，因为出去玩的话，没有地方能做菜吃，也没有地方睡觉，洗澡的地方也没有，还是待在家里吧。好悲伤哦。哦，那不是路易吗？我喜欢的布林，跟我一起出去玩吧。路易，谢谢你来约我出去玩，不过我得带很多东西，所以我想在家里待着还舒服点儿。什么？没关系，露莉能力气大，能帮你拿很多很多东西哦，一起出去玩吧。什么？你能帮我拿吗？那么把里面的东西都拿走吧。哦，是什么？给我看看吧。等一下吧，一二三，跳下，你来看看呀，这里有椅子，还有床、浴池、橱柜、冰箱，还有各种餐具，我都要带走的。什么？你都要带走啊？放在哪里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你能帮我拿的吗？是你说的。不能让你失望吧？知道了，你等一下吧。狐狸，我来了，你看这个车应该都能装上的吧。哇，这辆车好可爱呀。知道了，那么我先上车了，你帮我把东西装在车上吧。咻咻咻咻，我一个人来坐。知道了，先把车靠停在旁边。搬动床和浴池，然后呢再把一楼的东西搬动，把东西都拿出来哦。得把门关好吧。房子被移动了。那么接下来把东西都搬进去吧。都行了，怎么样，布瑞？给你最棒吧？当然，不过东西装得太乱了，能不能整整齐齐地放一下呢？没事的，这个车呢很结实的。那么我们出发。又见炊烟升起，暮色罩大地，想问阵阵炊烟，你要去哪里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烹调使用的工具吧？谁把它扔在这里了呀？我们给它找一下主人吧。还有盘子呢，这俩是套装吗？是一个人吗？那么把这个也还给主人吧。好的呀，行。这里还有椅子呢，谁把东西都落在这里呀？怎么回事？我们别管了。不行，我们还要还给主人的。那好吧，走吧。还有橱柜。这里还有冰箱。还有床、浴池，都要还给主人吧。快点。布林，
俊和魅力吧。我们下车吧。知道啦。坐了好长时间的车，有点热了，我想洗澡，还想吃东西。卢里，趁我洗澡的时候，你给我做好吃的吧。打开我的冰箱的话，里面有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呀。那么，我现在得去洗洗澡啦。咻咻咻咻咻咻。在这里吗，卢里？我的浴池在哪里呀？我把浴池放在车里了呀。嘘，浴池不在二楼呀，是不是在一楼呢？嘘，浴池不见了呢。啊，真的吗？那么冰箱呢？冰箱吗？当然带来了呀，看看一楼有没有。没有，二层什么都没有。呵呵，是的，不用哭呀，我会给你找回来的。哎，怎么办呢？一二，那不是卢莉和普利吗？普利呀，普利！哦，普利在哭呢。卢莉，发生什么事了呀？哦，是拼和碰啊，就是我们来野营的时候呢，把普林家里的东西都带来了。但现在呢，一个东西都不见了，怎么办呢？是不是这些呀？这些东西怎么会在你们那里啊？是你们拿走了吗？不是呀，那么下次不给你们了。不给才对了。不会吧，明明是装在我车里的东西，为什么会在你们那里啊？真是的，你们偷了吗？你误会了，走路的时候发现就掉在地上，所以我们正在找主人呢。真是的，你怎么这样？原来如此啊，对不起啊，是我误会你们了。那么我们一起玩吧。算了，我们要走啦。不要不要，我会给你们做好吃的。听听，布林的冰箱里面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哦。对不起哦，朋友们，不要生气嘛，快高兴起来，我们去那边一起玩吧。我们来啦。这不是拼和碰的声音吗？拼啊碰啊，这不是我的东西吗？卢莉，你不是说东西都没了，怎么都在这里呀？拼碰，你们，我不会原谅你们的。不是的，冷静些，布莉。拼碰呢，帮我们找东西回来了，你看呢？真的吗？我亲爱的朋友们，还是你们最好了。要不要跟我一起玩呢？对啊，我给你们做好吃的，你们稍等一下哟，我先上去在游泳池灌满水，你们在游泳，我来灌满水喽。谢谢啦，露丽。好凉爽啊！我们开工吧。拿过来炒瓷子和食品，再把四个椅子也搬过来，四个的，三个在下面。冰箱，再准备床和盛满食物的盘子。打开冰箱看看吧。这个都放这里。我要打开冰箱了。好多好吃的哟。开始烹饪喽，使用铁锅、锅铲、勺子，在铁锅上煮一煮。好像忘记烤架了，赶紧去拿来吧。一二，把它忘在家里了呢。一二，好了，在烤架上烤一下肉。放在这里。再把每个人的盘子放上来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下来吧，我给你们做了好吃的菜哟。真的吗？这味道好香啊。努力，你最棒了。我要坐在这里。我要坐在这里。我坐在这里吧。那么我坐在这里了。来，我们开吃啦！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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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啊，我们吃得好香好好啊。哦，天黑了呢。因为这里是山上，天黑了的话会出现很多可怕的动物们，我们赶紧回家吧。乒乓，我会把你们送到家的，快上车吧。知道了。哦，大家都上车了呀，没办法，我一个人来收拾吧。把东西都装在车上。床，床也要。没打算在外面睡，为什么带床了呢？好了，现在我们要往家里面出发。朋友们，我们快到家了，等一下哟。这是什么声音啊，露丽？你们有听见什么声音吗？哎呀，没关系的，就是东西哐哐的声音嘛，不用害怕，反正到家了哟。知道啦。今天呢，拿着 Princess Spring 的野营兔子巴士玩具游戏一起玩了玩游戏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有意思吗？那么凯莉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和大家见面，下次见。